山家乡上大的特色就是咱在庄的本庄吼，即在地主地所造成的文武顶头非常的多，包括武顶，干那即个上江系统的武顶吼，上江、白河、金狮都有十六七顶，遮尼多啦。啊，当然参与的还佫有其他的吼，咱卖算的，都干那乡景来做就有十六七顶啦。嘿，啊，每一顶啦吼，每一顶的武顶的拢有家己因无共款的即个传统的仪式，啊，传统的禁忌，啊，我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啦吼，在2006年，都有迄个机会开始落上江镇，我人生头一阵参与的上江镇，就是咱八分高马经的上江镇啦吼。啊，再来我就要讲一个啊，2006年丙戌乡科，我参与八分上江镇的时阵所发生的一件代志啊。在训练完成吼，要去开馆吼，啊要出乡正经，顶头内底一挂资深的领队，甲这老卡吼，得千交代万交代，因为我所担任的职位是上报，上报，啊因都拢有咧交代咯，交代阮这业报的吼，讲八分的上报吼，爱保护好掉啦，袂使有任何的气角啦，所以阮夜报爱特别注意。啊，所以我会记我迄科吼，咧夜报的时阵，那平常时啊咧休困吼，迄对报我拢摸掉掉，唔敢放。无像人报业的一手一支业的乌白汉的，我拢绝对抱的，抱的，因为报吧吼爱固掉的，报面报吧拢爱固掉。唔敢去学吸掉，学被吸掉。啊是安怎呢？讲哦，曾经啦吼，曾经有一棵香，都有发生过爆血鼻溃，爆血鼻溃。啊，迄棵香都发生过一件即个死亡的案件，就是上江镇啊出镇是拢坐车嘛。我西江乡的顶头的惯例就是坐车坐去遐，无咧行路的就对啦，坐去遐砖头，啊，就落车，就开始播啊，参拜就开始播啊，啊，播就上车，啊，所以香港嘛是用坐车，啊，迄当阵吼，就是真奇怪，伫到某一个砖头，啊，到八分。迄、那个下晡忽然间叫闭开，闭开呢，结果就是当时啊发生什么代志呢？迄台在八分上江镇的，迄台游览车，迄台游览车呢，咱拢知影游览车的门啦吼，迄是啥？气压式的哦，啊油压的气压嘛吼，气压式的门。主动门啊，啊开关是伫驾驶座遐，啊问题是，迄、那个赛车遐赛游览车的司机，家己去夹死伫游览车门，家己去夹死伫游览车门，啊要怎夹的？我都想无，我先想都想无啦。啊听讲啊，听顶头内底遐老卡讲吼，上早发现的是。第二港的金狮镇，第二港金狮镇发现讲，哎呀，迄个八分的上港的游览车司机，开，家己夹死伫游览车遐的车门遐吼，即马做，大家合力吼，甲人拖出来，甲人救出来，啊，救出来都已经无血啊，结果迄日吼，听讲。因为救迄个人的关系，结果第二天，规定塞卡吼，大家卡松手软啦，拨也无法度拨，大家拢出状况啊，就几落个出状况，
所以后来八分的上工开始有迄种禁忌，就是那香布有气格必顺，还是迄东西立会，就表示有代志发生，算咧讲间隔就对啦。佮讲当来2006年变数科，吼、哦，请妈做迄日，请妈做迄日，啊，阮顶头就穿。头前拢无代志，甲客人了的时阵吼，客人了人真热情，阮都伫遐食点心，啊烧酒就看出来啊，秘鲁就看出来，看出底啊，哦，西丁甲香港就开始对射啊，下酒啊，啊大概点啊有，已经有够一个量啊，了啊茫茫啊，啊然后佫开始赶后壁兄弟。来个即马土城啊，即个十分温啊，十分温啊，清安宫。啊，迄当中我夜报，吼、哦，啊，落车整队整好，阮入去要拜庙的时阵吼、哦，八分的上岗镇有一个传统，咧休爱做观音，而且大家爱做者做脚，然后休啊做大声。表现迄个气势，但是迄阵我就感觉足奇怪，我夜报伫头前，我听个奇怪，后壁只三兄弟是安尼休咧，休啊，袂输山边个啦，一盘散沙啦，那我无啥有迄个气势就对啦，哦，啊，我就开始即马记了一落去吼，我看记做记号啊，就开始拜暗，都拜第一个尔。我就看到一项物件飞出去啊，无卡着啥哦，无卡着啥物物件哦，我看一袋唔知啥物件都飞出去啊。然后边啊，我呢一个牙头机的，但是迄阵唔是牙头机，伊都徛伫边啊，都迄袋物件飞出去，伊就跳开来啊，发开啊。哦，后来我知影讲是迄、那个。关咧香布啊，吼！我正手迄支布吼，上顶悬迄块病上顶悬吼，布沾迄个所在，去登去，登去就飞出去，啊，无吸着啥物件咧，啊，就发开啊，哦，啊，发开就袂提哦。没提，哎，对我当初是夜报的时阵哦，我住咧夜报嘛，那心理压力偌大呢？我讲足奇怪啊！领队面色都变啊，规个人足严肃的，然后了嘛是赶快拜啊，拜了，啥物都无讲，规个点头就带回来。无照你讲吼，阮去到某一间庙的时阵，就是一定爱开基宝、拜八卦，这基本的定势。无拜拜尔，阮就带走啊。后壁兄弟咧赶足紧，拢拜走，然后就赶紧带转来庙啊。带转来庙，上工爷，就是他怎啊发开迄个，就讲，因为十分稳啊，清安宫迄间庙。我住伫闸门溪边，伊讲溪底住一宿啦，爱听无？溪底一宿啦，有一群啦，哦，群聚在那边啦，哎、欸，啊，看到这顶上讲吼，唔是介团结啦，因为大家咧忙忙啊，表现较懒散啦，所以起来创敌啊。遐创治啦，吼、哦、啊！迄阵就是领队就马上按照传统的咧，都布避开回去，开始有间隔的时阵，顶头就是爱赶紧带转来庙，哎、欸，赶紧带转来庙，哦啊！上工也开始骂啊，阮就开始伫遐勒证啊，发起啊，讲啊，迄个出庭。
都一个一个有任务在身呢，啊，都大家灌灌酒灌迄落型的，啊，规个人懒散落来，无团结，气势无够，气势无够，人歹命也起来啊。所以这是我亲身所经历过的一段故事啦。哦，啊，目前呢，我唔知讲即马八分是毋是还阁有这个禁忌，我相信还阁有啦。